就你去那边玩玩啊？没有啊，我就回高雄了，就顺便去台南。中了。对啊。一面墙，一面墙。这个是将近八米高的高挑，然后你看这所有落地窗，这在台北是很难得一见的用餐的环境。所以我们就决定扩大营业，搬到我们饭店的东边。右侧，我们从30几平的营业的空间扩大到97平，而且不止小吃，我们甚至包括这个江浙的大菜、宴席、套餐都可以提供，高达150几种以上的菜色。好，营业。